干一点。我操！这模式好像自动启动。它只能用这么大电流，再大就会烧了。这个，只能这个电流大，只能0.5，就像这个样子。这个很优秀，对。这个电流过大了，这个也稍微大了一点。就这个应该可能是跟样品差不多。看一下是哪一个，这个是。这个模具到时候这个彩带要厚一点，彩带厚一点，这个凸起就明显很多。